我觉得台下的朋友可以再给孩子一点啦，对不对？再大声一
甜啦，今天就是要大家开心的。然后我要讲一下，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，Brothers 也是很 shy 的，他们拿那个麦哦，那个麦是向前面的哎，他们这边摇摇摇，等下他们的麦是假，我不知道那个麦是谁的谁的，所以我会 check 啊，我会 check 啊。OK， 第二声要声呢，要代表汉伟跟 Andrea， 要感谢大家今天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，庆祝他们这么重要的一刻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以及你们家人还有最重要的人，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一、二、三，要。